啪！喊啥呀？耳朵没聋，我四个耳朵你能聋吗？我心难受啊，心难受啊啊！那这人呢，孤独久了，心脏肯定是不好受的。来，我给你检查一下啊。哎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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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病人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。啥？那个博士，您把这个听诊器带上。带上。可能是坏了。那个大夫，你上一边修修去啊！王主任，快点，快快！哎，心脏不舒服啊，难受。哎呀，你最近这个血压高不高？高，多高？360。360，这个血粘稠吗？粘呐，啊，胶粘胶粘的。头两天我鞋开胶，用它粘上的啊。明白了吗？也难受。这个最近呢，有没有这个剧烈的运动？有啊，我一天围着沈阳跑3圈。哎呀，思梦啊，过来。没事啊，没事啊。啥病啊？你老公啊，身体方面肯定没啥问题，特别健康。啊，那就好。精神不好，我给你联系个咱们医院的精神科大夫。行，快。哎哎哎，不用联系，就不打扰他了哈。那个胡大夫，不再试试努力努力吗？我。哎，不还是得指我吗？他呀，有病啊！他没病，那精神多正常啊！找什么精神科大夫啊？是不是很疼？不疼。不疼能行吗？有病了能不疼吗？疼不疼？呀，太疼了！疼不疼？疼。疼，咱换个地方查查吧。他的病症我已经查出来了，他得的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疑难杂症，难怪有些同行看不出来。就啥病啊，大夫？嗯，他得的是这个媳妇儿不在家，常年需要媳妇儿陪伴综合紊乱症。特别严重吧？老严重。王主任啊，他说的那是啥病啊？他说的那个。哎，博士啊，您再说一遍，告诉他，忘了。我猜你也记不住。他说那个病啊，我不知道，但是你老头确实有病啊。到底啥病？你快说。他得的是心病，相思病。哎，我都听明白了，他其实啊就想让你在家多陪陪他。行了，你们家的事啊，你们好好处理吧。你好好多陪陪他，这里边没有什么事了，我走了啊！啊，哎，你先等会儿，我这眼怎么回事来着？哦，对你这个眼睛，我跟你说啊，哎，我说你们俩，哎，我搁这好的技术，哎，俩机架，俩机架，熊海啊，合着半天你跟我演戏呢，是不是？还跟我装病，你知道我多忙不？我跟你玩呢，自己玩吧啊，我走了，你走吧。我为啥装病啊？你说春节期间你在家待过几天？你知不知道孩子有多想你呀？你知道吗？今天是杏儿的生日，那你就不能陪他过个生日吗？你们铁路局怎么就这么忙啊？天天加夜班，沈阳到北京，沈阳到北京的。我不换白班了吗？嗯，是换了，沈阳到广州了。换的啥呀？那是啊。啊，明天我就跟你们铁路局，我去跟他研究研究啊，看看能不能给你修条沈阳到火星的，是不？完、啊、你就不用回来了，去吧。不是，难道我不想在家陪你，在家陪孩子吗？孩子过生日我也想在家，但是现在这是我的工作。春运多忙啊啊！高铁上所有人员都想回家，但是我们回家了，谁送千千万万的人回家团圆？你送千千万万的人回家团圆了？我跟谁团圆？啊？团圆？谁？杏儿啊？杏儿，怎么了？感冒了？严重吗？打针了？啊？啊？孩子咋样啊？你听听，啊？
孩子感冒了，打针了都，现在都不让我告诉你，怕你分心。知道孩子感冒多少回了吗？啊，这次是让你撞见的，你自己跟孩子说吧。杏儿，杏儿你怎么样啊？你跟妈妈说说，你病得严不严重？妈妈，我没事儿。杏儿，妈妈对不起你。妈妈，你别哭，你不是告诉我要坚强吗？所以我打针从来都不哭，我是妈妈的好女儿。对了，妈妈，你快上车了吧，好多叔叔阿姨都等着你送他们回家呢。爸爸跟我说，我的生日也是你的苦日，送给你一份礼物。我送你的礼物你看见了吗？妈，我许了一个愿望，希望下次过生日你能和爸爸一起陪着我。能，一定能。那咱们拉钩吧。好，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，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。行了，那个我去看孩子啊，你走吧。你真没事啊？没事儿，是假的。你那个朋友说的对，我确实得了相思病。瞅你那个样儿吧，走了。站住！向春节期间还在奋斗在一线的同志们敬礼。